我的印象是因为我的康好的身边的台湾人就这样啊，你这个是小P啊，很像啊，没有，就是一个意外啊，我弟弟，哎哎，跟你讲，真的有像啦，有啦，哎，梦都你好会画他，请假屋啦，有像啦，一模一样啊，一模一样啊。他把你的佛牌都画出来的，你看用心。我觉得我认识的除了吴子龙以外，应该有点蛮帅的。所以就是除了吴子龙以外，吴子龙以外，他是韦家德帅哦。那个韦家德是韦家德是那个谁啊？那个发表的那个摄影师罗兰佐很帅啊。我不认识他，就是我的课本印象就这样啊。 哇！不是他，不好意思，他刚是被雷神打到。不是啊，头发是突然卷，然后就是雷神打到，所以头发烧焦了没？没有哎，很多那个出酒选手很多人这样啊，然后就是那个有胡子，而且他们的胡子是这样子，下面有就是人到下那个下巴这边，然后看起来坏坏的。 没有，这个在曼谷已经15年的夜店的意大利人，梦到你，曼谷15年，你画的是 Jesus， 哪有？真的是有吗？有 Jesus 吗？你这么、就是随便画他，你那个应该是比较粗犷的，对对对，他是画的应该是那个货车司机、卡车司机才会长这样。就是有感的是十几年前我们亚洲人觉得帅的意大利人是这样子。哦，感觉他好像半年洗一次澡哈。我至少你给他很漂亮的衣服啦。对，他有穿 taxi， 对对对，应该没有去过意大利吧？对，我就是去美国，其实蛮受欢迎的。其实所以我这一次是蛮有自信，结果没想到第一轮没。他预测自己是第一名，哇，真的还假的？真的，他预测自己。你为什么预测自己？连一名都不让人家哎，因为我知道不是第一名呢，这样子比较好笑啊，怎么样？你现在是不是宝拍girl？你在宝拍girl？刚刚有人说你是长得可爱，然后但也有人说你长得太老，像他爸爸，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胡子很丑。 我真的觉得全部都是出了他这张照片啊，因为这张照片选的就是有一点点娘炮娘炮的啊，哦，可能他那个回眸一下，对，就是让人有点感觉，就是好像是哎，小姐要不要喝杯酒那种，你知道，就是感觉很油气的，不然他本来好像耳朵可以插一朵扶桑花的感觉，类似比较适合在冲绳。那你说说看你在美国有多受欢迎？我其实这个是真的，我就是以前去比赛干嘛的时候，就是说那个我们比赛完的时候就是 after party 嘛。 就是所有的美国的国家队的，你想干我干嘛？那对你们日本来说，标准日本帅哥是长什么样？现在有两种的啦，就是一个，比如说一个像那个金秀的，比较没发霉男，就是比较干净。发霉的男人，美发男，哎，发霉，花美男，美发男，比较干干净净的，干干净净的这一种的，就是那个单眼皮啊，那皮肤白白的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像那个加尼子，就是他们的风格，就是很多年轻人喜欢。 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像这种的，怎么样？对对对对，这也在警察局看过啊。这是阿尼基吗？就有胡子啊，就是有那个有一点就是很 man 啊，那个有味道的。日本女生会喜欢有胡子的，是不是通常都老一辈的？枝野内丰，哦，帅，这个对。然后那个金正武，金正武也是算是日本人啊，就是对我们，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是他是台湾人，我们日本金正武也是日本人。 他也是有胡子长头发，志野雷锋也是啊。现在还梦都要讲了这个，哎，他说大家一定知道哦。哦，我今天要讲的是喜欢小男孩的梦多，没有，我是喜欢小女孩。好了，好了，哎，我被抓去关，你根本自己妖魔化你自己，奇怪哎，因为呢，这个是日本的，就是河豚，就是其实很多地方。 然后我们日本的酒都是非常有名，而且呢，现在有找到它的骨头，请看。啊？什么？这个是我，这是 Gino 刚画完那张画这张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有画那么烂，为什么把荷包蛋放在头上？他头像是被荷包蛋打到。对啊，莫名其妙。等一下，要记得，这是我画的，这个大家那个看一下哈，有什么特色？大家可以答应我。 大家好好的来做一个节目好不好？为什么要一直这样闹下去呢？
看一下第一位孟多啊，这个这还要看吗？很简单呐，我画的是美国人啊。美国人哪有长这样、啊？哎，我哪有像这样？不是啊，肯德基，就是肯德基的叔叔啊，他很代表日那个美国人的感觉，就是怎么说？我说白人啊，白人的部分，因为就是他有点肉肉大肚子，然后那个头发就是一点点自然卷，然后就是他眼睛，然后呢就是虽然是我现在是画只有他的脸，但是美国的是比较那个年纪大的老人家，就是很喜欢那个个子衬衫。就是红色就格子的一条一条那种的，穿那个吊带，对对，然后配在那个牛仔裤，还有那个皮鞋，就是美国人，是吗？对，像你的爸爸，你的爸爸，我觉得我的爸爸，你怎么拿到他的照片？哎，蛮 fashion 的。哇，这是你爸爸？他是算是帅的，这我爸爸跟他为什么没有遗传到你？这个其实这个基因遗传到我妹啊，真的，其实我妹很像肯德基。你就去讲说你的妹妹像的肯德基爷爷，然后笑得那么开心。肯德基阿嬷阿嬷奶奶奶奶，所以我就美国人是两种的嘛，就是一种就是像肯德基啊，就是非常就是明白的，一看就是白人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个是黑人的话，就是像那个你心目中的美国人就只有两种，对，一个是他，另外一个是就是黑人，就是有点 Shaquille O'Neal 那一种。Shaquille 这么大一个，对，因为像独立也是啊，因为那个黑人发现他很容易会秃头。所以就是很快就是那个刮头发，对，shave。对，小时候是卷卷是那个爆炸头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那大概超过二十岁就开始秃头，所以他们选的是刮，那就是他们的脸型都很像啊。然后就是越年纪超过三十岁的时候，跟杜丽一样，跟七九一样，越来越胖。对，所以说差不多就是长得差不多那样。杜丽在美国算很瘦，其实。对对对。其实是啊。越来越瘦哎。还有更大只的。有。我上次去杜丽家真的我吓到，我突然觉得哇，杜丽好瘦。可是该不会每个人心目中美国人都长这个样子吧？台湾人其实。我画的是大部分大概40到60岁的是比较中年的男生呐、啊，中年男生很简单、啊，那台湾人就这样这样的。啊？什么鬼啊？啊，看懂了，趁现场就有两位看懂了，我看懂了，就是一个是就那个就是那个什么鼻子。扁扁的就这样，嗯哼，对，鼻孔比较宽，对，就是三头鼻哦，三头鼻、啊，然后呢，就是还有另外一个特色，有脸上有痣的话，就是很多毛，不会修、啊、哦，还有40岁就已经会留这个毛了吗？很多，好不好？我就是来到台湾第一次看到是那个痣上面很多毛哎、欸，哦，然后说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不剪毛？因为这样是运气会好，看起来很衰、欸哦、，OK， 对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还有那个鼻毛两三根会跑出来，啊，台湾的年轻人会修。40到我研究过，就是大概5、6年，大概40到60的那个台湾人基本上不太会修鼻毛，鼻毛很长很浓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那个，那他的手一直在玩剪刀石头布。然后主要的是，就破了衫，然后都戴个眼镜，双眼皮。可是男生不会穿四角裤就出门吧？干什么？你拿我出来干嘛？你在画我？所以你就是照着赵哥这一张在画的，是不是？我哪里没修鼻毛？你在讲什么？你看来你的四角裤哎、欸、穿得很短呢、欸。这什么四角裤？我就是最流行的，好不好？这是赵哥的真理裤。是啊，赵哥穿什么真理裤？赵哥腿很漂亮哎、欸，很细哎、欸，很漂亮。好哦，好了，可以了，计时开始。怎么会看不懂呢？这个状况你最懂的啊！哇，那是艺术术吗？这是什么？哎，我觉得梦动画超销毁。对，这个是青花菜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哇，为什么什么图画到第四棒就变成器官了？可以吃吗？梦的就是你对吗？我觉得这太帅了。套哎，而且你是套在哪里？就那个，对啊，对啊，就这样，就这样子。嗯哼，我觉得画得很好哎，太棒了。我觉得你都把重点画出来啊。我可以叫你游戏终结者吗？青花菜提鳄鱼，默默的 M。幅画能够看出什么人在做什么事吗？妹，辛苦了。旁边有两个屁股。在，欸、对，也有两个屁股。哇，太有心了。我没有，我在完整 copy 他而已啊。花他在做什么事？
事情。花妈在射水枪。射水枪。我们现在要确认一下哈。你说到底是陈菊市长还是花妈？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人物嘛，对不对？陈菊市长不就是花妈吗？花妈是我们这一家嘛，不同的人物嘛，对不对？你到底是哪一个？只有这个我们不能讲，对对，只是你要给我们一个答案，到底是花妈还是陈菊市长？陈菊市长，陈菊市长在喷水枪，在喷水枪，陈菊市长在喷水枪，你给我负责。开门，来，预备备。你画的是人吗？你赶快去打拳哦，不要画画了。你招惊的更严重哎，蛮厉害的。他真的是，这是什么啊？孟多，你有画过画吗？孟多，你把人的表情到底画在哪里啊？我真的看不出来这是人。这很糟哎。他有高尔夫球杆。不说话的捞金鱼。那一杆是不是高尔夫球杆？有一点像。啊？它是铁板烧的。干嘛？孟多，你确定吗？来，哎，你就是老鼠屎。Teppanyaki， 对。好。哎呀，真的是坏了，坏了。等一下。完全没有人物特征在这个人物上面。我告诉你，原本是有的，但那个自称是两个小孩的妈妈完全没有看到那个特征，她放他走了。啊，你为什么放他走？我应该都完全画了吧？没有，你没有画到这个东西。我是 copy 他的啊。不是，不是这个你。我只能告诉你，我给你一个提示，是一个卡通人物。卡通人物。我跟你讲，比起这个，你那个太好猜了。我那个比较简单呢。我们画得很完整。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特征啊！你想想看，有谁戴帽子吗？卡通人物有谁戴帽子？对啊，因为他有戴帽子啊。九九冒险野狼。唐老鸭。他不知道唐老鸭有脚吗？那还是火影忍者。火影忍者没有戴的。帽子没有戴帽子吗？搞不好海贼王啊，海贼王，对啊，鲁夫，对啊，鲁夫在玩手足球，耶！预备备，哎，老蔡，要不要直接进行下个单元好了？我们进行下一个单元，要加呀！看我们挣扎一下吧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这边一直这样子，搞不好你也会碰瓶。然后，可是我觉得那个兔子神盾局长，他有一个独眼龙的那个，有没有？有，有一个黑人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样。哎，那个是中电嘛，对不对？这一切的状况会不会有点太……好，麻烦你把这个画拿起来了。来，多多，请把这个画拿起来。杜丽，请把车推走。是的，这太困难了。这个是中间上有一行，有个电眼睛在上面。哎呦，哦，我知道了，这是眼睛长在头顶上的意思。没有，它是中间那一横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应该是个电眼在这边，就是有刀疤的意思吗？哎，刀疤？不是，这只是一个钢弹。钢弹有一个圆的，这边有一个电眼的那一只。是头顶。这样说猜得出来哦？所以他们说说明一定不对，不然就 R2D2 画错了。聪明，完全看出你的年纪。这太困难了吧？最后十秒钟。钢铁人怎么样？怎么可能这么？钢铁人干了什么事？斗牛吗？不是吧？怎么看出来他是在斗牛？要不然这个是山猪。山猪，对，山猪，嘿。不如说是老鼠好了。打山猪，钢铁人在打山猪，是不是这个答案呢？请喷。好了，那这个没有答对了。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。一个一个。不要洗脑我啦！这个一个。
copy 很简单。你等一下，那是国画好了。你们这一行刚聊了半个小时，对对对，差不多。OK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有画出来，有画出来。抖啦，好抖哦！你不需要一笔成型。啊啊呜！哇塞！我跟你讲，怎么会有皱纹呢？你相信我，你那么小，小亮眼圈那么重哎！小亮，我跟你讲，你以后你女儿一定会很喜欢这个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哇！香菇。Hamaki Hamaki Bon Grassai。什么东西？呆呆。什么东西了啦？呆呆呆，気持ち呆呆，気持ち。谢谢孟董，谢谢。我可以吧？丑了啦！太丑了！这个可以吧？我实在超厉害，真的不知道怎么做提示。我们都画得很漂亮了。为什么你到哪里都是老鼠？为什么这个圆圈圈里头有不能有你没有画的东西呢？哪有很像啊？不像，超不像！你画的最不像。不是这个是什么？悠悠台。我不成反类犬。我必须说，这只在前面的时候都不是这样，都不是这样。你往小朋友的那个方向想就对了。对，我觉得画得很好哎。这个东西，从第一棒就没画好。对对，我时间抓得不好。这个是常见的，对，常见的人物吗？是。这卡通影片都前面都一首主题歌都有的吗？这个好像没有。我希望阿健老师你赶快弹一首主题歌。老师，你的帮忙在哪里呀？他真的没有，不好，他真的不红，他的歌不红，他不红，他真的没有，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看得到他。他很红，他是人红歌不红的那一种。我知道了，他没有歌。但是什么地方都看得到他。对，你当去到一个店门口的时候，他就这样。错啊！你要在做法会的时候才看得到。看我帅气的脸庞，我现在为您公布答案了。招财猫在捞金鱼。我看到第一棒，我也会这样回答，但可是不是。来。很简单，是关于你小时候的一件事情，然后洗澡的时候会用到。加油加油！洗澡的时候。好，我不能多说了。好，不要你不要提示，不要提示。啊，完蛋了啦！小梁一定猜得出来啦。对对对，对啊。不多说什么。而且你常去北京，你一定有吃过这道菜啊。超像的，画的超像的。对啊，那边还有一个烤箱，太容易了啦，太容易了啦。对，那个烤箱画的，你看又哇，又提示，你看又在写菜单，那谁不知道这是一道菜？对啊，你好会画，把菜单都写出来。刚刚是中国字，到你那边变日文呐？啊，没啊嘞，啊，死你妈谁呢？哎，那个很重要，那个死你妈谁呢？差不多啊，我画的很好哎，时间到，来，超重要的。有方向吗？来，我们把它拿起来。来，小狼哥，答案是什么？他画的是这样对的吗？差不多了，是完全一样的。对，我可以说90%啊。算了，提示他三个字的好不好？嘿嘿嘿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全聚德，这样好了吧？够朋友了吧？够朋友了吧？不是，因为如果照刚刚第一题 No 哥的逻辑，他看到龟就要说忍者龟嘛，就是要把它编一个人物出来。那这还用说吗？这就是唐老鸭。我只能说跟一个画家有关系，但是不是唐老鸭就不一定了。不是画家，你画的我画的一模一样啊。你画的是鸭吗？对呀对呀，真的很红，就是。很红鸭，我本来想说唐老鸭在做视力检查，所以没有，我说我看孟多的画啦，是我画的一模一样啊。有没有答案？旁边那个字如果清楚一点，你就知道答案。不是唐老鸭做视力检查，不是。告诉你，我刚已经有提示你了，很红，很红。看那个形状，你还看不出来？对啊，差一个字就不。我知道了，黄色小鸭检查视力。对啦，对啦。你不要被猜中，你要有反应嘛！我没有，我超紧张的。
你不是唐老鸭，你不是黄色小鸭，那你画这是什么鸟？我没有。我画大的花，大花的又一模一样啊，我画的很像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喜欢我们的节目吗？按下铃铛订阅我们的二分之一强 YouTube 频道，最新影片随你看，精彩内容不漏接。